袍猜节目，音乐当下三秒就有人举手，都是大爱台忠实观众。正向，就是温暖人心这样，引起我们的心理不知不觉就正面了。哦，看那个哦。正能量。大爱开台20年，台中慈济医院院长简守信跨领域主持节目已经有16年。从新闻也好，从医疗节目也好，能够得到正确的健康知识，因为健康是胸口的爱心。大爱20，大爱成双，巡回北中南东，共8场音乐会。让更多人知道大爱台，也希望明年20年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个里程碑，让大爱的触及率可以更广更长。大爱戏剧小生施一男能演能唱，一出场就被粉丝热情包围。他分享丧母心情，将小爱化为大爱，用我的歌声传递他对我的爱，或我对他的爱，继续传递出去，让你们感受到这么浓厚的爱。观众互动热烈，大家还站起来手牵手围成同心圆，以击掌传递热情，持续为大爱台加油。牵牵手。大爱新闻李亚平、杨俊廷台中报道。